既然你已经看了，神奇宝贝，那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观察爱与最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鱼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卡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古灯。欢迎收看我们的神奇宝贝。每次说完开场白，你还在尬舞，这个东西会上瘾的。小铃多少都有点理解。小铃铛能忍，我忍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刚从哪个洞里面掉下去了？这个训练师是黄头发的吗？打了先。哇，快挂了。上期你不是抓到导弹了吗？对啊。这期，哎呀，要寻找点别的东西。应该那个什么提示什么的没什么问题了。对，咱前提是咱们得等够足够的时间，足够的那个什么刷新时间。现在还会等那时候吧？已经过去一晚上了。就得是那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刚开树屋用得到的一些技能给它卖掉。龙之波动，这个陀螺球这个技能你要不要？谁的？不知道。卖了呗。你看现在能学吗？你的神奇宝贝，能学的话，今天看一圈能学什么属性那个技能？不知道是什么系的，可能也许大概超能系的吧。学不了。双超能系。那看一下还有谁有超能系。都学不了。嗯，班杰拉兹也学不了。小鲨鱼，胖根鬼也不行，卖掉算了。还有点到为止这个技能，最大 HP 一半。狗蛋，你是不是又开树屋去了？没有啊，我就在旁边待着呢，转悠。好技能！我身上已经有40个那个水晶了，我可以做另外一种幸运方块了。只能做一个，我的天，那幸运方块这么昂贵的？什么水晶啊？就那个高级球的那个幸运方块呀。希望你能开到好东西吧。这种幸运方块不能增加它的那个什么幸运值的。可它怎么做的呢？就这样做的呀。用那个用水晶块做的呀。想象都难。1234，哎，不对吗？别告诉我是需要9个。是9个。西吧。西吧。哦，紫水晶块，我弄错了。我这个是普通水晶块，好气哦。那。没办法了，要挖紫水晶了。好气哦！搞错了，我得另外一种幸运方块，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粉红色的幸运方块，不是它那个合成工序是普通的那个幸运方块这样合成，但是我试过不行。那就咱没办法，那合不出来呀、啊，意思是。等紫水晶块4个就够了。等价交换啊，用幸运方块来换啊。我们去粘土山挖矿吧。去粘土山挖矿。好，4个。粘土山的金也多，矿也多。挪。它合成工序是这样，但合不出来。小火龙怎么这样的？哎，这是个妹子吗？好丑，巨丑。这种幸运方块合不出来，就只有是那个等价交换了。对啊。哦，紫水晶。你还真去挖矿了。对啊，我是一个很坚持的，幸运方块的狗蛋。你们现在能你们现在有幸运方块吗？没得。没有啊。穷。没有啊。哎，为什么我一过来就捡到2组多的石头？暂时。精神层面。来借几个钻石呗。给你，你要多少个？有多少要多少。11个都给你了，真是贪心鬼。
什么叫？哎，紫水晶这边，你瞎呀？这是蓝水晶吧？是蓝水晶吗？你才是瞎子吧？啊、好尴尬呀！你个色盲，别说话。蓝宝石，我给你个紫水晶，你看看到底长啥样吧？要不我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来等价交换了。夜刃，换咋等价交换？你又加进去了吗？换两个，用新方块跟他交换呀。傻呀，是不是傻？手动等着交换。哦，我已经有三个紫水晶了，紫水晶不难挖的。手动等着交换。哇，这上面又有紫水晶了。好，我来试一下啊。不管。先给他来一个。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八个，我本来还想做钻石狗子呢，八个再加一个，好像是一样的耶。钻石留着呗，好像是一样的。被某人给接走了。哎，某人的这个地方，又看到钻石了。一样的。是什么？一二三 ，OK， 一个七八，一个七八，一个九六，八个钻石，棒棒的。我可以做钻石稿子了。哎，这是个 boss 吗？哇塞，这个暴龙的 boss 那么大一只。嗯，这个附魔的金屁股。哎，有没有？等一下。魔洞。咱们有加那个什么拆解台吗？没有。好像没得。你想多了。加个拆解台可以把金屁股给他那个给他拆掉。那么我想请问，这个跟就等价交换有啥不太一样吗？怎么就一样了？别靠你了，吸它。红色的精灵球盖。我好，先来开一个这个试试水。没有那个了。正，哇，地面。OK。哦，巢穴球，三十个巢穴球。难的是个。卡哥，你在干什么？打这个爆炎，好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。你妹啊！好气哦，开出来一个那个一起果，这个一起果应该可以给黑鸡吃。给他打折，我估计打不出来。打过的。好了。你还有钻石吗？我看一下，我还有两个，你要不要？要。我刚刚有八个来的，然后后面，哇！你都别踢屁股，我在演讲里。你不要再踢屁股啊，是不是傻哟？不知道红石能不能那个？我，那大傻子哪去了？我死了，被烧死了。你现在可以踢屁股了。青金石，你看可不可以用？青金石应该不行吧？你试一下呗。我把刚把八个钻石做成了两个钻石稿子。暴力，哎，暴力龙什么系的？水系龙系？不知道，你直接抓不就行了？想抓就。不是啊，在挑战这个 boss。青金石不行。不行就是没办法了。红石呢？红石应该也不行。试一下呗。哎，我又挖到钻石了，你要不要？金力呢？金力可以吗？金力不行。八个钻石又是，哇！我呀，你快踢给我！哇，好多红色的那个紫水晶。哦，嗯，给你。暗影球，我不是黑镜，别黑镜什么鬼？卡哥你在打什么？卡哥你在打什么？打个暴雨龙的 boss， 干不过他。哎呀，我之前已经加过了。你来打吗？这个 boss？ 什么 boss？ 搞不过他，暴力龙。暴力龙的 boss， 我来。来，踢给我。难道我传说 boss 啊？对啊。等一下。你又钻石。太痛了，我宝爷都扛不住了。先挖个地洞。哎呦，他速度快。怎样？速度太快了，他。
啥你跟逆鳞？我逆鳞没打中吗？啊，好像免疫了，我是技能。过分了哈。其实并不过分，我等这个传说过去。啥你个力量宝石？好，时光咆哮，操死他了！哎，这个哇，皮卡丘在卡哥，你不是有皮卡丘吗？有雷丘，怎么了？皮卡丘在，皮卡丘在给雷丘到底没什么用啊？不知道哟，好像雷丘开启不了吧？是啊，皮卡丘在。那你再抓只皮卡丘就是了，把雷球换掉就是了。啊，你抓皮卡丘不就行了？皮卡丘，还有啥宝石？岩石宝石。好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开出一个终极 boss， 打死他！我都嫌弃你，比传说还厉害耶！刚好这个家伙有那个进化石，遏制不动，他也是恶系的，效果不是很理想。要打一架，我坚持攻击才打他这么点血。龙子，什么东西在我这儿？哦，哇，又有经验。这攻速度快，哎，打死了！这什么？滴滴滴，这又弄到一个那个嘴唇间。滴滴滴什么滴什么？不认识。红宝石也没什么卵用。赛龙。来带的带，好治疗一下。这毒的吸收啊！不对，这自己再来。我点吸，难的啥？点吸 ，nice！ 我的心脏砰砰跳了。哇！咬一口。谁的心脏一直在砰砰砰砰跳？想要点吸。再咬一口。这谁连技能都不要了？继续咬一口，那个技能卖不了的。什么技能？喷瀑啊，可以威力，80的威力，水系技能。好，黑暗大石球。黑暗大石球。这是什么？暴雨龙啊。秒挣脱出来的。再来。都再让我挖到一次钻石吧。啊。屏障。第二路卡扛着，去搞点事情去。先留高级球。卡哥，你身上一个新方块都做不出来。做不出来，我没经验，我都好久没看铁匠铺了。去高山打那个三手恶龙啊！大子，你要和我一样挖矿，挖矿致富。是的。有剩饭扛着，我就不信你打得死我。只是我运气比较差而已，没挖到。它下面是有的，哎，又挖到钻石了。我去你大爷的，抓两遍才抓住它。在抓什么？你看什么？第二期还没抓到吗？抓到了呀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好气哦。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兴趣？什么东西有没有兴趣啊？就是啊，出于革命的友谊，可以先送给我，但我又不好意思不去接受它。你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？不好。我觉得还可以啊。哎，这新方块是，狗蛋，你刚刚丢给我的。嗯，我刚做了三个呢。哇，我开出来一个特别屌的东西。快去看看，快去看看。
有多屌？哎，你们不上当。一般你说不说名字，就只说很厉害的时候，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是的，除非老黑在，老黑就过来。你们这些人好烦。一个眼睛眯成一条缝子的出现在你的屏幕上，然后说一句，谁什么东西？然后伴随而来的呢，就是一只赖袋兽。不是这个 DNC 你知道抓了我多久？抓了我十来分钟。对吧，你就十来分钟就一直在抓他。不然呢？就是在抓他。蛮惨的。好像这个红石不能增加那个，我、哦、是不能增加。哎，红宝石呢？我。这三地鼠会在地下生成的吗？不知道耶，估计可能是在上面生成，然后在地下。学习装置居然让我开出来了 ，OK， 舒服。卡哥已经放弃挖矿了。我在找，顺便找挖矿的时候，顺便看一下这个树洞树屋呀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钻石镐，挖完就不挖了。这个红宝石没事。哎呦，我跟着过来看看，这个就是紫水晶，过来看一下。我跟在你屁股后面捡了一大堆东西。就紫水晶，哦，又挖到钻石了。硬撑，13个钻石了。我发现我都快饿死了。我有31个紫水晶嘞。那么有钱、啊。好，我先过去看一下。哎，好多好多好多紫水晶。哪里？我应该够做那个了。哇，他是我这边看，从来没看到那么多特防高，35个了。我觉得35个应该可以做了吧？39 49 43 39 36 39 87 49 48 32 48 34 48 34 49多少呀？49 56。那我不够呀。好了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。你这个会被他玩坏，我跟你讲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